习主席司法将向美国朝野和世界传递明确的信息，那就是作为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积淀的东方大国，中国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，坚持推进互利共赢的。 开放战略，中国不搞国强必霸，而将坚持和平发展；中国不搞强权政治，而将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；中国不搞零和博弈，而将倡导合作共赢；中国不搞唯利是图，而将奉行正确一利观。 中国在南海自己的岛礁上开展必要的建设，不是去针对谁，而是要改善驻守条件，提升驻守能力，并且履行作为南海最大沿岸国应尽的国际义务。共同认识与结论是一道。 双方将加强在网络问题上的对话，共同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犯罪，维护网络安全，开展网络合作，为构建和平、安全、开放、合作的全球网络空间发挥建设性作用。为国际关系的发展。